什么叫幸福？买房买车妻妾成群呗。不对。那不对了。幸福啊，就是在你饿的时候有一碗炸酱面，这就叫幸福。这位同学你好啊，请问你幸福吗？同学，我姓杨，我不幸福。同学，其实我是想问你怎么才会幸福呢？哦，如果我爸爸幸福，那我当然就幸福了。好吧，幸福对于我来说就是每天都活得很活力，然后有一个目标，然后向着那个标杆奔跑的一种生活状态。我觉得幸福就是没有很多馋累。啊，我就感觉幸福就是平平静静平凡的生活吧。幸福就是把该写的code都能写出来，然后能跟弟兄姊妹一直友好的相处。祝你幸福啊。幸福就是你冷的时候马上就有人想着给你送一件温暖的衣服来，你不管处高处低呢，总有人牵挂你，你心里有真正的平安，你不害怕。幸福是父母爱你，弟兄爱你，还有一位永远爱你的神。姊妹也爱你。觉得幸福就是没有忧虑，能吃得下，睡得着和笑得出来，然后别人对你很好，你也可以对别人很好，大家都是彼此的父母。嗯，然后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，就所有的事都是幸福的了。好，我觉得幸福很简单，幸福就是神给了你你所需要的，而不是给了你你想要，这就是幸福。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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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幸福。还要讲幸福。祝你幸福。有炸酱面吃吗？有炸酱面吃。祝你幸福。一定要幸福。一定要幸福。下中难给上帝